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，在莫斯科的俄罗斯纪念品商店里，各式各样印有普京形象的小商品正在热销，包括 T 恤、马克杯、伏特加、酒壶等。买家包括外国游客和俄罗斯本地人。根据本月初的民调，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信任度水平上涨到81.5%。